你知道我平时不开心的时候都干什么吗？问题的，珍珍，报一科大。珍珍，记住啊，就报考师大，别紧张。爸爸有门路，你就记住，你是没问题的。谁的手机？不是把手机都收上来了吗？我想请问各位，一个痞子，一个跟警察有纠葛的人，这样的人能当好老师吗？我看看。这是好老师啊。对啊，是老师啊。这样的人怎么能当老师啊？老师，还让郝老师给我们解释解释吧。是啊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当老师啊？他不是上学期还评论说教师吗？原来还羡慕他呢。现在想起来，多不能解释。的话，对吧？我们也不能信的。我听听老师怎么跟我们说嘛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对呀，郝老师啊，没想到我们班主任是个痞子，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他不对劲儿。